吼，因为时间的问题呢，咱也够其他的，吼，咱再逐边再过来商讨，吼。这个诶，道具内底，我拢甲恁解说好，安那落去运用。恁放的时阵，就是放伫遮，吼，或者是呢，放伫出这位，但是呢，不得甲咱的厝的内底家臣呢来共同来防守。哦，啊，请回去嘞，三天的红皮，哦，这个花嘞免换无紧，一堆你会使放，哦，伊若饲只你拢会当，但是呢，吼，你呢爱三天的红皮，哦，你要三碗至五碗拢可以，哦，啊，千万呢，咱甲防输掉，哦，表示呢，咱请回去呢，对伊的一个尊重。哦，啊，第三天的这个平花豆，你要包括水果，还是其他赠品拢可以。但是呢，这边新的开工好的呢，哦，伫遮呢，咱就是以红鱼呢为重要。哦，啊，咱即马要请倒转去的是一路上呢，可能呢，哦，咱若用大香呢，互恁呢落去，安尼一路香烟不断请倒去，我惊危险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的这个大香的头前呢，哦，咱会安那呢，会点一个哦，会给你烧一个，点无乌一个，哦，安尼下一个。转去的时阵呢，恁道具放熟落去了后，哦，伫咱的这个主炉内底呢，哈，共同呢，甲咱的主神呢，供一个炉就可以啊。你莫另外搁安一个炉，哦，哦，我甲大家呢，吼，说明，你莫另外搁安一个炉啊。哦，就是你同款，甲主神炉拢同款，拢供迄个炉里放香就可以啊。哦，啊，你搁甲继续点落去，哦，延开始延续就可以了。哦，啊，本宫伫遮呢嘛有一个人结缘的这个香啊，吼，真济啦，吼，所以讲呢，咱要转去的时阵呢，咱拢会一人的，哦，就安尼两心。你那一般姜炖拢已经见底啊，对不？吼，你炖起的时阵就是见底水果、鲜花，过来就是咱的这个红鱼。嘿，你就水果啦吼，啊，加迄个见底的，你本来就原本也拢有的呢，吼，就伊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免过另外过购买，但是呢，红鱼就是哦爱另外呀。红鱼你会使，就是爱肯定头前，哦安尼嘿，吼嘿，你会见到头前安尼，哦神的吼无所不在啦，哦你只要肯定，你口头的甲伊讲，红鱼是三天拢爱换，因为你去到第三天伊会臭水，哦嘿。三卖我贵，超市的啊，三卖我贵。我甲你讲，拄头讲过，赠品拢在恁藏，吼、哦，你若讲有个人就是你的面相，你的宫堂，你若雕刻神尊的时阵，你有什么奖品，吼、哦，是讲有糖仔饼，哦，这拢会使藏。啊，你若讲要发粿，吼、哦，啊是其他你当地的民俗，就是以那个民俗，因为北部以中部跟南部的民俗，过来金砖嘛，拢无做无同款，吼、哦，你有发觉到无？这各地的金砖嘛做无同，哦，都是里面意义是相同，但是呢形态是不一样，哦啊，各个方的金砖呢吼，嘛、哦、是同款，伊较好的金砖烧一柱啊，哦啊，这个因为香也是一样的，哦，现在不是真正的全部都是木质茶以外为做的香，不是，起码内底有一寡呢，哦，就是讲可能加上一些有颜料的、哦、其他颜料不一定我们吸进去空气内底呢，不一定对咱内底环保呢，也不是讲会真好啦、哦、所以讲呢吼，咱食食着真清的物件，外口呢外面咱嘛是爱有空气较好的来清净、哦、所以伫遮呢，大家呢吼顺便呢宣导一下，就是说，可以的话呢，以好的，但是呢，不要。咱卖用真济啦，吼、哦，以好的物件来用，啊，吼、哦，减是煮煮啊，安尼，咱的这个空气，甲咱的吼、哦、一寡环保的问题安尼，以上呢，伫遮呢吼，甲咱大家呢，吼、哦、来说明，
这个十二点嘛吼，咱本次的座谈会呢吼，咱下面啊结束完呢，咱主委呢吼，甲咱讲两句话为意外的吼，啊，伫咱的餐厅部呢吼，啊，咱有这个用餐结缘吼，大家休困一下，啊，来一点半呢，咱甲来咱的酒店内底呢吼，来参加呢咱这个开工的这个仪式，安尼吼，啊，伫只介绍大家，谢谢各位。